这边还是有点想打，但是游侠先生和沉默 NC 直接秒了个先知，甚至直接一个红血先知线空血往后撤。经典游戏永不过时，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魔兽争霸三的频道，我是雪炎，依旧是天秀杯的比赛 Happy vs Lin 的第四场比赛。地图是来到了 CH 这张地图，那目前的比分呢是 Happy 2-1领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上面的一个选择，令神的话前三局全部都是用了先知的一个首发，而 Happy 的话依旧是 DK Leech 和游侠这样的一个铁三角组合。这局的话，看这个建筑，看这个顺序，应该又是一个死亡骑士的首发了。确实啊，就目前来说，亡灵还是非常依赖 DK 的一个首发，主要是他的这个奶血这个技能死亡缠绕，又是一个攻击技能，又是个奶血技能，并且他的光环对整个部队提升太大了。这边 Happy 应该是表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卡，所以的话稍微暂停一下之后就重新了回到游戏当中，确实没有任何的办法，就是网速这个问题，包括这个距离啊，这个ping这个延迟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国内的选手他们会顶着多高的ping去打比赛，而且很多时候像以前的比赛服务器什么都是对欧洲选手更加有利的，所以我们以前的国服的选手他们打比赛的时候他们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去打，只有打过人才知道，并且以前的网络的情况也不像现在会这么好，以前的网络都是凌晨两三点去打去练习去打欧服的，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这些都是经历过的事情。好，依旧是把这个木头前几颗木头踩开，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后续去在这个地方放一下二本的建筑。DK 现在是在一半当中，估计这张地图令神会不会换一下别的英雄吧？可能又是一个先知，不会我们今天要看六局先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令神一定是有他的理解，他认为现在兽族打亡灵就是要用先知过来骚扰。我们知道令神的先知玩得非常健胜，就是他会把骚扰进行到底的，就不让你 Happy 有任何一秒钟的安宁时间。 Happy 也是把狗提前拉了出来， DK 出来以后购买骷髅棒，第一组练级点位已经就绪，直接上来就是一发 C。 因为 Happy 会知道令可能会过来骚扰，所以我哪怕能快 0.1 秒钟把这个点清掉，那也是一个优势。加速手套，第一个胖子是收掉，还有两个小怪，三级野怪也收掉，这个时候还没有看到令神过来，那么第一组点位是可以收掉。还没有等到令神吗？我都在着急，令神你在哪里呢？好，果然这就是令啊，你看上来的话先招了一个骷髅，并且令神收了个骷髅的经验，把狼也召唤出来。 Happy 本来是想练左边这个点位，现在发现令来了以后呢就练右边，右边是一个小点，但是如果能收掉的话 DK 也能到达两级，这边是分兵去练级， DK 是黏住先知，并且令的先知也是分了两个狼进骚扰的农民。这个时候 Happy 是在升二本，如果能延缓一下你采矿的农民也是一件好事，能让你少采十块钱就是十块钱。这个四级的海怪来看一下 Happy 的选择， Happy 这边的视角切过去了，哇，但这个怪没有任何的问题拿到了。现在 DK 是一个两级，家里面这段时间农民被骚扰的非常惨啊，一直保持着两个农民或三个农民采矿，哇， Happy 的经济这段时间是受到了很大的骚扰啊。继续农民还要往后拉，这里冰塔变的时间有那么一点点晚，所以可以看这两个狼很烦，虽然说没有死农民，但经济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差不多建好就收，令这边又重新召唤两个狼，不给你任何狼的经验。家里面的冰塔是终于变好了，那这个狼暂时是骚扰不到什么东西了。两阶 DK， 令的先知依旧是在骚扰，哦，过去再招一个骷髅，还想赚一点东西。这里 Happy 也是不管你，奔向下一个练级点位。大祭也过来了，一个大祭一个猎头，这一局和以往不同的是令前期选择出了一个大祭，这里是想围这个先知，如果能围住让令把这本 TP 一交的话， Happy 就可以有一个安稳的时间可以去练级，但似乎没有成功，围不了令这边的走位还是非常的小心，但 Happy 没有放弃，还是寻找任何一个能围住先知的机会。这边令有点想杀这个狗， Happy 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远程一发 C 抬了起来，没有能够收掉，同时还收了一个小野怪，
happy at all， 真的是非常的好。狗过来卡位，还是想围这个先知，围不围得住这里？哇，这个手速非常的快，让这个狗直接围住。这个围杀真的是顶级的，那早点 TP 吧，这是一个好事，因为你不要等到红血再回去浪费药膏啊，早点走吧。终于可以安稳的练级了，狗已经就位，这个点要收掉。 DK 现在是两级差一点点到半，这个点如果能安稳收掉的话是可以到达三级，这就非常的关键啊。敏叔五，但是力不给任何机会，猎头直接抓了过来。这里有两个残血的狗啊，一个狗已经死了，还有个红血的狗，好像可以是抓掉吗？没有抓掉，要往后撤一下。先知也过来，一个闪电猎，但这里要死一个猎头哦，被反补掉了。这里不错，残血的狗回去了，那么只死了一个狗。DK 现在蓝量没有了。蓝量不足，并且也没有到三，这一组练级点位没有能够完成，大点的话可能要被令抢掉了。这里来看一下这个点位，补了一个电，经验也被令拿到，宝物也被令拿到。哇 ，Happy 这里有点难受啊。令这一局把骚扰真的是做到了百分百。老牛也过来，这一局是完全不练级了，从头打到尾。前三局我们看到先知骚扰牛头是单练的，但这一局不一样，牛都过来骚扰了吗？但是 Happy 还是把握住机会了，分了一点怪去练一个小点，终于是把 DK 练到了三，在如此艰难情况下可以把 DK 练到三。同时家里面的三本是在身，二发力曲也走出了祭坛。五，正面看到令的部队浩浩荡荡，牛、先知、飞龙、大祭、猎头。DK 说：“我只有俩小弟哦，我现在有四个小弟。”哇，你这个小弟真的就是个弟弟啊！这里直接想压到令的家里面 ，Happy 真是艺高人胆大，因为他知道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与其让你过来压我，不如我过来压你。这波压可能令神还有点难受，力曲也到了，直接一个 Nova 收了一个农民的经验。交换一下宝物，但是这一波只是试探性的压制，只是延缓一下你过来攻击我的一个目标。因为只有两英雄，这不太敢冒进的，稍微见好就收了。三本应该马上就要好了，这段时间 Happy 要做的应该是要把力去等级给稍微提一下。还是想练家门口的这个实验室，力去过来单练。三本已经好了，他应该要去买游侠了。DK 打工仔买了斧球给力去，走开吧 DK， 你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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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 走了。果然这个六级怪肯定给力去的，不可能有任何的问题。哎，这边令已经过来，赶紧捡宝物，宝物是个偷魔棒，还好只是一个先知和两个狼，没有大部队，那么这个点是可以收掉。地区到达两级，三发的游侠在哪里？游侠在哪里？已经买了出来。那么三英雄已经齐了，目前是40人口，还差一点车子。Happy 的正面第一波就已经成型了。游侠马上以后继续要练这个黑胖点，但令神也看在眼里。不过令神应该只有一个先知，大部队没有在旁边，所以这个点位应该没有办法能抢到吧？游侠新手给了胖子一个沉默，直接给了一发 C， 不给你任何的机会，因为先知也有闪电链，他也可以抢怪的。再是一个 Nova 收蓝胖，这段时间 Happy 毫不吝啬自己的蓝量啊，就把这些怪收在手里，打了一个勇气勋章，秒给了一个力曲，这可是一个力量加五和智力加五，就智力加五，力曲已经可以起飞了。继续过来，想对泉水有想法吗？果然。这个练级选的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这想开练红龙这个泉水点位，令神说怎么可能让你练到呢？大部队都在，令神的三发小歪，这一波应该是要接个团了。目前的话 Happy 是个47人口，狗的数量挺多的，但是不知道等一下过来这波团战
牛头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如果一脚踩到的话，我们知道狗都是经验，这波令神似乎也没有准备好，他可能不太想打。 Happy 的 DK 去到了一个商店，购买了一个无敌和一个群补，这个是一个 Happy 的标配。这波你想打吗？令神似乎是有点犹豫啊，想打又不太想打的样子。这边还是有点想打，但是游侠先生有个沉默， NC 直接秒了个先知，先知直接一个红血先知线空血往后撤， DK 还有一发蓝血瓶吃掉，再是一个 C 又是一个空血，哇，上来直接先知没有血了，这个牛头没有任何的发挥空间吗？过来踩啊踩踩踩，牛头还是没有踩出来。这波我觉得令神打得很乱，他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可以接团啊。现在猎头被逐个击破，先知回来闪电炼血量也不是很健康，这个先知你不要浪，牛头还是没有踩出任何一脚，再是一个 C， 这个先知就一直没有办法，是红血黑就直接倒下。这一波令神打得怎么这么犹豫啊，哇，这一波先知倒了以后大部队也很难受， Shadow Hunter 小歪小歪血瓶吃了，但是还是很危险，牛头想踩被沉默了一下。这波不得不说 Happy 这个先手打得太漂亮了，飞龙力气到三级，远处的 DK 过了一发 C， 又是一个英雄的 RPG 时间。牛头到现在团战打到现在满血接近满蓝，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踩了。这波令神确实没有准备好接团啊，直接阵型被打乱了，上来一发 NC， 先知也没有准备好，牛头并没有配备像无敌啊这样的一个保命道具，先知一旦踩了以后，令神会第一时间去拉这个先知，会导致前方的部队没有什么太好的控制。这波还想追过来，牛头过来有没有一脚踩，终于踩出他第一脚，踩到了 DK 和这个游侠，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他的兵力不足啊，自己还倒了一个猎头，想杀这一个毁灭没有机会，再踩住 DK 是有一本 TP 的，还不想交 TP， 远方还给了毁灭一个 C， 真是有点绝望，兵甲也贴了起来。这个牛头，可这个牛头没有什么保命道具，可能要被毁了。这个牛头自己兵在旁边，狼骑也过来，科多也过来，老牛走了出来，血瓶吃掉，但兵力已经不成正比了，这里还有两个毁灭，不知道拿什么来打， DK 也升级，先知也赶了过来，可是感觉令神的兵已经打不动人了。哇，这一波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团战啊没有接好啊，牛再过来踩一脚，毁灭飞起来直接拉走，虽然 DK 没有 C 但没有关系，我飞起来就安全，打出了GG。